好，其实呢，当天在场的现役军人，除了我们刚才也提到的画面右边来看到已经遭到羁押的马英宏，还包括了中间哦隶属202指挥部的宪兵董玉堂，以及陆军十军团一兵王培安。然而他们三个人呢都喊冤，强调他们都没有动手过。那么其中马英宏具有天道盟文山会的背景，他目前在陆军六军团服役，警方根据命案现场发现的烟蒂比对出他的 DNA。 警方呢同时也根据了监视器确认马英宏的确呢有碰过疑似砸死远警薛真国的凶器红龙柱，虽然呢他还是喊冤，供称当天去看热闹，在一旁抽烟，但是没有动手。但是今天清晨已经跟主嫌之一的万绍成一同遭到羁押禁见。